要进镀膜，我特地分开镀。昨天只有镀的字，很明显，这左边这些看起来就是比较乌黑，而且比较一致。今天是4月27哦，那因为车主他晚上才会来签，我就刚好有时间拍这个影片哦。玻璃镀膜是已经超过一天了，因为它是镀双层哦，所以玻璃镀膜是前天就镀好了。那最晚镀的就是昨天第二层，那也静置了将近快12个小时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效果。然后他贴的是荧光面的犀牛皮哦，这个是犀牛皮，我一样有帮他镀哦，看一下。好，轮框。